Angry Birds 今次要冲出太空啦，推出全新场景同埋玩法嘅 Angry Birds Space。今次玩法咧，同样都系控制蛋糕，将只雀仔射出66色嘅珠球。不过游戏创新嘅地方系喺太空发生嘅，呢个新嘅环境令到整个物理原则同埋策略咧都完全改变。大部分关卡咧都有一个星球，而每个星球嘅外围咧都围住一个透明嘅圆圈，嗰、那个就系星球嘅地心吸力啦。当身处嘅地方咧冇咗地心吸力嘅时候咧，只雀仔就会一直向前飞，唔会改变方向噶喎。但系每当进入地心吸力嘅地方咧，就会俾嗰个星球吸入去，然之后围住个星球转动噶啦。所以今次要成功击到猪头咧，并唔系一定直接向住佢哋瞄准，而系利用唔同嘅地心吸力绕到佢猪头嘅位置。亦都可以諗辦法將豬頭推向星球，咁地心吸力咧就會將佢哋消滅噶啦。由於喺太空嘅唔同物理情況之下咧，運用物件嘅方法咧亦都有所改變。由以前主要將物件向下推嚟擲住隻豬頭咧，變到今次可以將物件撞向四方八面。喺太空嘅物件咧會一直移動，所以距離咧就大大增加咗啦。Angry Birds 遊戲當然唔可以少咗各種唔同能力嘅雀仔啦。Red Bird 作為遊戲嘅主角。今次憤怒鳥主要嘅變化咧，就係由以前嘅百字粗眉轉變為化妝舞會所用嘅黑色疊色墨鏡。憤怒鳥嘅基本功能咧並冇改變，而且擁有最平均嘅破壞力。The Blue Bird 戴咗點電頭盔嘅分身鳥咧，依然保留喺空中分身三段嘅能力，對於同色系嘅冰塊建材咧有絕佳嘅破壞力啊。The Bomb Explode。黑色的爆破鳥穿了超能的特工外衣之后继承了前作的爆炸能力，在新的舞台上依然威力惊人。 Laser Bird 紫色的雷射鳥是脫胎自之前黄色的冲刺鳥，雷射鳥在飞翔在空中的时候能够直线转弯突击玩家所指定的任何一个角落，精准的攻击方法令它变得非常实用，对于木制的建筑有额外的破坏力。 The Tank Bird庞大的身形和超重量级的攻击力呢虽然没有变化，但外表呢就由红色转了绿色了。至于 The Iceberg， 急冻鸟是游戏里面第二个恋爱新技能的伙伴，在飞行的时候如果玩家以手指点击呢，它即时会在一个范围自动爆破冰封周围的事物。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新的品种的雀仔，例如近画面的左上角的鹰眼呢就可以随时用 Eagle Eye 了，发射之后可以产生巨大的黑洞。 Eagle Eye 的召唤在游戏里面会给一定免费的数量玩家，但是大致上都是要额外给钱来购买的。游戏里面如果猪头的位置太过分散，就算用了所有雀仔都未必能够逐一击落，所以这个时候玩家就要好好地利用碎石将雀仔射向碎石旁边的炸药箱，造成连环爆炸的效果，去增加击中的范围，最终就可以同一时间击中多只猪头的啦。另外在一些关卡里面隐藏了黄色的雀仔蛋，如果射中了就可以进入隐藏的关卡了。呢度採用向上射的方式，感觉就好像80年代的经典街机游戏 Space Invaders 一样。每关的隐藏游戏都不同，一于等玩家慢慢地发掘啦。Angry Birds Space 继承了系列的精髓，在基本的玩法框架里面利用太空的物理原则开创了全新的领域。